基础使用，长按云台电源按键数秒，听到滴一声后，表示 RuinSC 已正确启动。长按模式切换按键，此时模式灯绿灯闪烁，相机朝向将被锁定。双击模式切换按键，云台迅速回中。三击模式切换按键，云台进入自拍模式。短按 M 按键，可在三套不同的配置参数中进行切换，在紧急切换拍摄场景时，可大大提高拍摄效率。自动校准，同时长按模式切换按键和 M 按键四秒，可进入自动校准。或在 Ruin App 中点击电机参数、自动校准，即可开启云台自动校准功能。在更换了相机或镜头后，请务必进行自动校准，以便云台根据负载重新调整电机力度值。系统校准，打开 Ruin App， 点击系统状态，在设置列表中点击系统校准，点击开始校准，云台将进行系统校准。当云台在静止状态下漂移时，可使用该功能消除云台漂移。遥感校准，连续四机模式切换按键，第四机按住不放，此时指示灯依次闪烁。转动遥感数圈后，重复启动校准操作，可结束校准，或20秒后自动结束校准。若指示灯绿灯闪烁，表明校准成功；红灯闪烁，表明校准失败，请重新校准。当在 Ruin App 的通道中出现某个轴的感量不在中心时，可使用该功能校准遥感。运动模式，长按 M 按键进入运动模式，此时模式指示灯变为黄色，该模式可用于高速的镜头跟随。长按 M 按键进入运动模式，双击模式切换按键，松开所有按键，即可进入运动模式锁定。重复上述操作，退出运动模式锁定。手电筒模式，长按模式切换按键后，水平握持 RuinSC 进入手电筒模式。倒立模式，如需快速进入倒立模式，仅需长按模式切换按键并倒置云台即可。你也可以单击云台电源按键以暂停电机，然后倒置云台，翻转云台横滚轴，使相机处于正立状态，再次单击电源按键，开启电机，即可开始拍摄。感谢您的观看。